哟，早上好。现在是我们在苏梅岛第二天，然后现在其实是中午，是中午12点。今天天气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海真的是无敌。已经超越了黄金海岸了。对。黄金海岸垃圾海滩。我们现在准备吃早餐，刚刚 room service 把早饭送过来。我们吃完早饭，然后应该等会儿的行程是去做 spa， 我们一会儿再见吧。现在去SPA， 行程好了。不是说今天和昨天天气一样吗？说好的一样。对，说好的一样的。晴天啊，晴天很好，完美啊。我们现在到了，The SPA。天气真的是是海，哎呦，无言以对。妈的，别关门啊！嗨，4个人的房间，3个房间。看这里有什么 SPA。哦，我要减压。减压松肌，减压的。Oh, then I'll have this as well. Distress. Okay, thank you. 我们选的是这个减压松肌疗法，60分钟，然后3500泰铢。1 hour later.刚刚做完 SPA， 现在还在等可唯和令出来。现在我们喝个茶，吃个曲奇。这里是在SPA 的大堂外面，我们刚刚就是看着这一个景，然后及时帮我们按摩。这个感觉真的是，你在别的地方我觉得感受不到，只有在海岛这种地方才可以感受到这种 SPA。 今天天气也特别好，水也特别清。 Hello， 我们刚做完 SPA， 然后现在去玩摩托艇。我们现在在摩托艇这个地方。哎我操，那我是直接湿的呀。Can I put my shoes inside? Yeah. Wait, just put it first.太嗨了，太燥了，太爽了，真的好玩。嗨，去哪里啊？实行推荐。OK， put in the car. OK。我们现在准备回酒店。哇，好烫啊 ！Hello， 我们刚在房间游完泳，收拾好，现在准备去吃晚饭。那我们今天晚上可以炒青椒和鱼的。嗯。
要把那几张看清楚。这两个岛有点像鲸鱼，一对鲸鱼。你现在就可以站起来。这个餐厅叫什么名字？安富。安富。我把这张饮料，我把这个用。Welcome Mocktail 已经结束了，所以我们不喝了。然后现在打算回房间，后面是家 John， 是 Conrad 最好的餐厅，可是我们没有订到。看着还不错，有点 Crown 的 feel 这个地方，什么 Rock Pool？ Crown 的 feel。对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回到酒店这边，本来想要去夜市吃东西，可是去夜市那边要一个小时，所以我们就决定待在酒店里面。我不去夜市啊，去啊，要一个小时，然后回来就打车，有点麻烦。不去夜市啊？对，一个小时啊。哇，这么麻烦？单程一个小时啊？我操，这么烦啊！回来车费要1200泰铢，这么贵？就200多块钱。啊，但也还好。不是，就是麻烦呀。嗯，就是麻烦，太远了。不是你三个人200块钱值不值啊？你先别发好不好？因为我们住在苏梅岛最西南边的康莱德，然后我们要去的茶文夜市在苏梅岛的最东北角。我们要，对，我们要如果去的话，我们要横贯，斜着要穿越整个苏梅岛就有点麻烦，然后回来的话还要打车，对，就很麻烦，所以我们就今晚就好好待在酒店里面了。明天我们下午大概2点钟的飞机回曼谷，那明天早上再见，拜拜。The next day， 哟，早上好，我们现在在酒店的餐厅吃早饭。我和可薇等他们来那么多次旅游，也是第一次在酒店吃早饭。我们下午大概2点的飞机回曼谷，现在我们要享受一下在苏梅岛最后的时光。把颜色没看出来，我一张数据。我们现在准备去机场。Hi. Thank you。决定坐后面啊，那我们坐前面。这次在苏梅岛住的康莱德，你觉得怎么样，各位？还行，我觉得的确 OK， 就是景观一流。海岛都会有这个问题，就是软件上面会差一点，硬件上面配件都很好，就一些细节上面都会有一些瑕疵吧。我觉得10分能给个7分吧。它主要，我觉得它主要的问题就是说，
它这个地方太偏僻了，在整个苏梅岛的西南边，最新开的酒店，对，繁华地段都在东北边，比如说都基本上聚集在机场附近这边。就像我们昨天晚上本来要去曹文夜市，但是从康莱德单程去那边就要快一个小时这样子，来回就两个小时，这样太累了。然后就是还有他那个电瓶车太少了，电瓶车，对，一到饭点晚饭点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要坐电瓶车要等快十来分钟这样子。不过我跟之前别的住酒店的朋友聊一下，他们觉得就是说康莱德在这个岛上算是数一数二的酒店，比康莱德好的应该只有四季，应该只有一家四季会比康莱德好一点。但是我就觉得地段太偏，还有电瓶车这个是比较让我两个不是那么满意的点，其他我觉得都可以说是完美的。但是康莱德有一点很好，它每一栋别墅都有自配一个泳池，对，蛮大的一个泳池，对。但它就是因为它包了一个悬崖上的房子，所以风景会比较好。那就先这样吧，我们等会儿就到曼谷见，拜拜。